PrintShop Mail 和 VDP SOFT Starform 客户沟通管理及对账单及保单电子化系统均以数据库技术、存储技术、可变数据自动化技术为基础，结合保险公司的具体应用，实现单证扫描、出单、档案管理的自动化，数据输入输出一体化，实现对保险单证在整个业务流程中的有机管理，助力保险公司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财产保险产品，含多家分公司和营业部，协助保险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，高速自动化处理和保存的各种客户资料、档案和文件等。国产的 VDP SOFT Starform 软件可以实现以 PDF 文档保存，比纸质存档节省大量的空间和成本。客户通信管理解决方案通过自动创建、分发和执行所有类型的文档，来帮助改善客户服务、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。他们都允许非技术员工使用 Microsoft Word 创建预先批准的文档模板、PDF 图，并与客户的业务数据和应用程序无缝集成。VDP SOFT Starform 可配置的工作流程和合并引擎，根据模板设计和业务规则实时或批量创建最终文档，从而生成美观的文档，可以根据客户偏好分发，包括打印、邮件、电子邮件、二维码分发等多渠道，快速低成本地抵达客户处，含需要签字或授权的文件等。个性化功能特点， VDP SOFT Starform 文档自动化是有助于创建电子文档的系统和工作流程的设计，包括基于逻辑的系统，该系统使用预先存在的文本和或数据的片段来组合成新文档，如用来组装复杂的法律文件、合同和信函等。文档自动化系统还可以用于自动化一组文档中包含的所有条件文本、可变文本和数据。 VDP SOFT Starform 自动化系统使公司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工数据输入，减少花在校对上的时间，并减少与人为错误相关的风险。其他好处还包括，由于电子化和自动化，减少了纸张处理、文件加载、存储、分配、邮资运输、传真、电话、人工和浪费，节省了时间和成本。文档自动化软件不但用于法律、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行业，也可以用于创建基于交易的文档的任何行业，如复杂的商业抵押文件等。结论，经过测试对比，国产系统 VDP SOFT Starform 无论技术、效率和速度、个性化定制、商务成本、安全性等各方面，均可完美替代国外 PrintShop Mail 系统。